在台前做着示范，教导身心障碍者跳舞的小姐，佮是来自香港的学生，利用休假期间，因佮台湾进行交流，尤其主要是来做社会服务的工作。跳，那我就休息了，这样跟节拍这样就好。到呢，虽然这两个学生拢不是社工科系，不过这样服务热心，嘛这样挑战的精神。过了南大关 YMC 的各种课程跟活动，接受台湾不同款层面的文化。你看着他，然后我是会想很多，就是说，就幸亏他们在这里有人可以照顾他们，他们有事做。然后，所以有时候看着他们，我觉得那些画面还蛮感动。对营队啊，或者对着身心障碍者老人家，我们都想在了，很多很多次，就是因为真的很开心，而且我们也跟他们就是有文化的交流，而且学到很多，真的很多东西。小鸡饲饭给阿妈吃，算是听无代志，不过同款感受到时代的感谢，有机会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，或深入了解地方的风俗。我今年的学生是感觉新鲜又快乐。不是我们努力在学台语。对，我们有学到几句台语。对对对。讲讲讲。拍谁？拍谁？多沙。多沙。对。服务对象就是我们，其实比较多是负责服务小朋友。那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去学习一些不同的文化。那我们不同文化之间，我们该怎么相处？这些都是可以给其他人去做学习的。虽然这边在台湾时间并不长，不过两位学生表示，拢真希望后边有机会过来，感受台湾人淳朴的热情甲丰富的文化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